负一层地摊交流后来的景汉酒店的负一层，人不少。哎，这地摊质量高啊，但是好多人在房间会都见过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000呢？2000，小房子2000呢？这多少钱？3200一对，都全品。全品。哎呦，这缠着连现在3200一对。哎，不喜欢这种怪小风。这个嘞，1万2全品啊。哎呀，那这龙碗呢？有抽现，5500。有抽现5500。这是咋还折腰呢？这东西不中不西的。这好像都是东南亚的。你自己拿起来看一下，那是瓦器。那个冰梅的盖锅多少钱啊？9000。老板，9000，全品。全品。啊，我在德州买那个，我卖还才卖了多少钱？9000，徒弟。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就当了解价格吧，不要轻易出手。这地儿雷也多，哼，坑也多。私聊的也多。这牌多少钱？那个600。600，哎，那这个还行，划拉划拉能买。有个磕奔，便宜点呗，有个奔。便宜多少？400。画的好啊。我觉得我想说300没好意思，有个奔嘛。500，我也没开高价。400啊，大哥，先开一张呗。这有条线，我的妈！这条线2000多上去了，兄弟。是，这就贼尴尬，有奔有线，400都不卖，必须500。葛得很，人真多，都是来玩老货的。你看这新货摊上就没啥人，老货摊上人都堆满满的。因为老货就是价格问题。那新货就，对吧？费眼睛的就没啥意思。它是便宜，那也出事儿啊。但是现在的老货出什么问题？现在老货容易出富窑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这东西不会富窑，你放心。就是残太厉害了。这个多少钱？400。对，价格也合适。其实这种东西能玩吗？年份还行，400，其实不贵。这多少钱？这个800。800。哎，对，我在看这边的一块是100。那这种小的呢？不用说了，这个差不多，我觉得不太好。也是1000。如果要买，我进口啊。这个4个杯子，这个800。哎，哥哥，你这边是要2个杯子还是要？哎呦，2个杯子要。算了，说好了是吧？在南方一块是100，在北方一块是10000。这多少钱？2200。有颗啊？这多少钱？有颗有秤啊？2200啊？这是个龙纹的，这价格也可以，价格倒不贵，实话，这个价格倒不贵。大哥9R3代拿下一个康熙的周冠，残一点，但是这东西好。啊，早上就开了一张，撤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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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